你们在这干嘛呢？哎，这么大的一只疯了吗？找什么东西呢？找瓷片，瓷片那么点东西早就被水冲走了，赶紧上来！一会儿都得感冒。快快快，赶紧上来！陈小满，你听话，你赶紧上来！你不上来他不会上来的。上来呀，小满，听话，快点儿！一会儿他要生病了，在这泡着，明天再找行不行啊？你别找了，还找吗？ 雨婷的在找好吗？快快快，走吧！来来来，你搭着我。你把伞拿好啊，赶紧上车。赶紧上车啊！我在车上等你呢。我的字片还没找到呢。雨婷了，我们再找吧。 一定会找到的，我们先回去。走，先回去。来，慢点，快走吧，小马。还是爱，轻轻徘徊，不惊扰你的自在，就让独白。 安睡在心中深埋，哪怕一切都好累，无岁月记载，也至少不会让你为孤单感慨。 I'll be by your side， 游在你蓝色的海，走在你身边，留在视线外。 只眺望你的盛开 ，I'll be by your side， 所以不必说出来，所以再长的等待不感慨，只要你明白，我明白。喂，就是这个，你怎么找到的？ 之前在搪瓷推文上见过，有点印象，没想到真的是你这只啊。现在这个在哪儿呢？杭州。不过你别想了，价格肯定低不了。而且这种拍卖会啊，一般人没有入场券进不了的。你干脆啊，还是跟你三叔老实交代吧。嗯，行，我知道了，谢了，你真的帮了我个大忙。 你想到办法了？办法总比困难多。嗯，我先挂了。好，随时联系啊。嗯。哇，我还以为像这样的藏品，应该一早就放到现场去了，根本就借不出来的。 说是拍卖会，但开拍之前还是有很多流程要跑。拍卖前会先有预展，预展之前拍卖还要先筛选商品，那些被筛选到有价值的商品，才会出现在展览馆上面，还有你所看到的官网里。嗯，哎，那你以前经常去拍卖会吗？我只是认识有相关从业经验的朋友，从中了解一下而已。 没事儿，以前就觉得你人脉广，没想到这可以。那你可要好好保护他，你我两个人的身价加起来都没有他贵。有什么磕碰，我赔的不是人情，是人命。哇，那你的小命岂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一整个拿捏住？靠你了，陈小满。嗯，哎，那我们算是过命的交情吗？一直都算是吧。 老大，你看，跟那边，好兆头啊！
陈小满，嗯，好像跟你在一起，总是会出现一些好事。希望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老大，看你熬夜，宇坚哥说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粉儿，咱们一起去吧。吃完你再回去补觉呗。嗯，可以啊。嗯，谢谢。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嗯、哦，我跟小满以前经常来这家，特别好吃，你尝尝。老大，味道绝对好，你尝一尝嘛。嗯，而且这个辣呀、啊，我之前跟你说过，每家每户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辣椒酱是灵魂。不过你不能吃辣就算。嗯，哦，就是这个味儿，果然咱俩是饭搭子。宇健哥呢，还介绍了好几家好吃的，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吃，肯定特别好。啊，你不在这几年啊，开了好多特色馆子，到时候带你一一吃个遍啊。说清楚啊。嗯。哇，烫。慢点吃，慢点吃。老大，你不能吃了，你别加了。不辣吗？不能吃辣就别勉强。没事，我怎么知道？我觉得你就不适合这里。那什么叫适合？在这里一直待着比较久的人就适合了？你不要以为你跟小满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你们就是一类人。你就是个商人，你不懂瓷器，也不懂小满的过去。所以啊，小满想要的，你给不了。那你以为小满要的就是一个能够一直陪在他身边念你爸的人吗？不然呢？我会一直陪着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小满走得比你快，飞得比你高，你能接受吗？谢谢，还记得我爱喝乌龙茶？那当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小满走得比你快，飞得比你高，你能接受吗？小满，有空吗？来我店里坐会儿。什么事儿啊？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有话想跟你说。小满，其实我……哎，等会儿，先说回来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过来。
官窑匠师在珐琅彩的启发和影响下，引进了铜胎珐琅不透明的白色材料，创造了粉彩。粉彩在清朝的不同时期广泛流传，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差异性。乾隆时期的粉彩工艺比较繁杂，颜色也是浓艳明丽，而且以满宫纹样图案为特色。那你的判断是乾隆时期？陈小满，你是真能编呀，你瓷片都丢了，你从哪得这结论？其实刚拿到瓷片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乾隆时期的，但是瓷片比较小，我也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它的断口还有胎体釉色。但是我请朋友帮我在杭州的一个拍卖会上借了一只嘉庆年制的粉彩缠枝花卉玉壶春瓶。我一上手就是压到开光工艺的，而且我记得那个瓷片的颜色比乾隆时期的应该是要淡雅一些，所以我的结论是嘉庆。到底是我们老陈家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家学扎实，底子丰厚。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是真能忽悠我你。可偏不是。小满，看看这个。彤彤。你为什么要把瓷片扔了呢？你是看不起你爸的手艺？肉眼看的话，好像跟我看到的那只真品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小妹，之前我给你的那个残片是我当年仿制的，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做出来之后放在这个瓶子旁边一比，根本就入不了眼，我一气之下就给砸了。那这只瓶子是你爸爸做的？上一次姑姑跟我说的那些我想明白了。说实话，最开始想拜您为师，确实是因为我想靠自己烧出一支属于我的云霄雪迹。再后来我又觉得传承和发展陈家的技艺是我的责任，这段时间在古窑学习，每天都是泥巴还有火，让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暖和。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作词这件事情本身的，而且我想一直做下去。我爸爸当时做这只瓶子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所以三叔，我想拜您为师。这件事情对我自己的热爱还有坚持都是一个考验。那招徒弟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个考验啊。小满，你很有韧性，天分也很高，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陈家的技艺传承下去。那您是同意让我拜您为师啦？等到明年开镜仪式，
到时候你好好表现。嗯，可以呀，小满，你更要加把劲儿了。开镜前可不能松懈下来呀，因为开镜的筛选到时候会更加严格。是。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我能参加吗？当然能啊，老陈，是不是啊？怎么不可以啊？对吧？你开镜还有段日子嘛，趁这段时间跟你姐姐好好学学，听见没有？听见了。给自己也争口气。嗯，到时候让你爸把你们两个都收了。好。嗯。截止到昨天。 古街的改建协议签约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段时间，你们给居民量身定制方案，还挨家挨户的协商动员。感谢你啊，柯岩。都是一些小事情，程军。风光的事情啊，谁都愿意做。我推荐你作为这次的杰出代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你们刚来到玉瑶，就做出了成绩，这样的典型，应该和大家分享。没问题。 我很乐于分享。嗯，刚好这次也是我来到玉瑶之后第一次转机。转机？就我个人而言。好，期待你的分享啊！期待看到咱们古街重新焕发光彩的那天。会的。我呀，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了。好，好好干年轻人，看着你忙。加油。 老大，你不上镜啊？这照片完全没有把你的盛世美颜展现出它的万分之一。那这样呢？我当时是跟他们说，测45度角可以拍到更多的轮廓线。看着帅吗？轮廓在哪儿呢？看你。 古街的老街坊们，说晚上要请我吃个饭，没事就一起吧。我，必须是你啊！为什么？开心啊！一起去嘛。可是大家邀请你，我跟着去凑热闹，不太合适吧？ 晚上人多，我会有一点不习惯。你就当做是陪我。你见过那么多大场面，会不习惯吗？这对你来说不应该是小菜一碟吗？你马上也要开镜了，你去就当做是我提前预祝你一切顺顺利利的。再说，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之间的好运？ 是绑在一起的。现在我好，代表你一定也会好。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行吧，这么重要的场合，我回去换件晚礼服，晚上见。哎。 你要想跟我绑定的话，可得一直这么幸运哦。问你。<笑>
回去了吗？我看你喝了不少，没难受吧？喂，我没事。没什么，我就是问候一下。谢谢。那没什么事，我挂了。晚安。晚安。晚安。能够去古瑶学习，意味着柯岩帮我冲破了三审的第一轮封锁，成为三叔的徒弟，才能成为疾风的核心。这本来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却在柯岩的努力下，很快走到了我的面前。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陈家的风浪不小了。这是一件接一件，没断过。没波及到你吧？没有。慈禧回流这事儿，我已经跟三舅说清楚了。都是那个徐师傅咽不下这口气儿，才搞了这么一出。以三舅的性子，也不会再去确认什么。这笔账啊，他就算咬碎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基本上算是过去了。你说这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咬碎牙呢？因为他们冲动。你为什么要冲动？因为人的意识里啊，充满了功利性。功利性。爸。您先说。没事，你说。您这回去福州出差那么久，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吃顿。喂，哎，回来了，回来了。对，人一直在福州。哦，从国营瓷厂出来以后，一直跟着陈家的师傅。当然，而且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砸过。好，好，拜托了，谢谢。爸，哎，吃饭的事不着急。哎，你说。疾风未来如果姓赵，你妈会不会更高兴？你有没有把赵俊和赵志宏的事情告诉秦家？你说这事也挺奇怪的。
那天我人就在现场，赵俊突然赶到，赶着跟陈化峰表明自己的清白。我在想，他们应该是知道我们正在调查他们。那这个事儿，要不要跟陈小满说一声啊？这事现在什么性质我们都还不清楚。再说，赵俊怎么说也算是小满的弟弟吧，知道自己家人做出这些事情，他内心不会好受吧？哎，你不会是对他动心了吧？你受伤了？哇，你这样出危险的！少乱讲话，走开走开！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借助陈小满是要撬动疾风，你不要对人家动了心，到时候动了心，动了心你动了心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动手了，知不知道？怎么同样一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就这么邪恶呢？这叫互相成就，懂吗？互相成就。即便作为他的朋友，我也希望他能够接近自己的理想。怎么成就啊？你打算陪他作词啊？啊？那疾风的核心呢？这就是核心。哎。作词这件事情啊，嗯，既是小满，也是陈化峰最重视的核心。我跟你说，现在刘畅已经着手在规划瓷器小镇二期的计划了。别在这里瞎喊了，必须赶快把这个筹码压进陈化峰的心里。陈化峰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考虑。你说玉瑶这边？各行各业招徒弟，最长的有20年期限。别说刘畅他们开二期了，到时候开20期都行。你有没有听过开黑镜？什么黑镜啊？有多黑啊？你别想歪了，说是黑，就指的是提前开镜收徒。现在玉瑶的这些德高望重的师傅们，手底下的那些徒弟啊，经过上次开会。我这么一介绍，很多人都跟刘畅他们签了约，打算去瓷器小镇自立门户。你才是真黑呀！啊，为了给陈小满铺路，这种招你都能想出来啊？陈化峰要收徒弟，即使是他的侄女，也必须是所有参赛者中的翘楚。这叫做造势。在三下，你自己来就行了。您二位到了，现在这里等一下吧，局长还在会面，要晚一些才能结束。哎，我们不是约好的是啊，没事。谁呀？这是？我真服了我。哎，那咱就说好了，程局啊。好，你别送了啊。行，那我先走了。好啊。程俊，来吧，啊，进来吧。好。程俊，嗯，这次来这边主要也是想跟您商讨一下这个开镜典礼的相关事宜。我知道。哎，我听说你们已经在跟瓷器协会谈赞助的事了。是，效率很高啊，可以。这次古街改造啊，你获得大家一致好评，证明你们确实下了功夫，很不容易啊。陈局，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强迫症，所有的事情都要尽善尽美。嗯，你让我们每个人啊，团队里的被他逼的都没日没夜的。现在在玉瑶，他一定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天使，但在我们心目中，够了，他魔鬼。陈局，你别听他乱讲。哎，小谢，我可听出来了啊，你这是嫌我支持的还不够？没有，说说吧，你们的想法啊。是这样的，陈局。这不旅游旺季也快到了，嗯，我们都想把这次开镜办得好，办得出彩，办成一场可以吸引所有游客一起参与的盛宴。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不是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机会，
为我们整个御窑室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嗯，让这个典型人物来创造热点，借由这个典型人物，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御窑室，了解我们的瓷器文化。你们的初衷很好啊，我们一定支持。哎呀，但是开进这件事儿吧，毕竟有他自己的传统和规矩的。要不要在现在这个时候举办，我们是要尊重协会的意见的。这我明白。嗯，程局您放心，一定不会让您为难的。嗯，看来程局对这次开进很重视啊。所以这次开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嗯，它不只是小满能不能拿到疾风接班人的位置，更关乎我们日后着手开发整个御窑室瓷器小镇的项目。也不知道刘畅跟他们说什么了。我丑话说前头啊，他们要是借着这次开进搞事情，你到时候就算被气得吐血了，我都不管你。看程局的反应也不太像，不过不重要，谁还会记得第二个登陆月球的人是谁啊？先做出成绩的人才是插旗的人。曼曼，是你搞的鬼吧？啊？你到底想干嘛？我搞什么鬼啊？我这刚下飞机，一说你过来了，我这不赶紧跑过来找你来了。别装，赵俊那套骗得过老陈，骗不过我。看你说什么呢？怎么又骗上了？哎呀，你别一来就这么大火好不好啊？啊？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后天老头在我脖子里穿。哎呀，要真是俊俊惹你生气了，我改天一定拎着他亲自到你那儿去道歉去。你也配进陈家的门？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后天老头在我脖子里出来。你愿意嫁给我吗？是。赵志宏，人在做天在看，我劝你不要再打季风的主意。你要是再敢背地里使坏，别怪我许曼对你不客气。微风是清凉的，天空是蔚蓝的，我无保留地热爱着这生命，愿意自由地去谈论它，因为它使我作为人的处境而感到骄傲。然而人们常对我说，说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我说不，却有可值得骄傲的东西，这阳光，这大海，还有我洋溢着青春的心。你说怎么最近年轻人都跑去自己门户去了啊？哎呀，王先生，这黑进呢，不开肯定不成。你看我那个客包作坊可是实实在在的等着要用人干活呢。我这没儿没女的，这大伙都知道，这六七年就带一个徒弟，哎，突然说不学了，要自己开门面赚钱去。我也不敢说咱家这技术有多好，可得有人传下去吧。对，老陈啊，大刘他也不干了，你自己门户了啊？没有没有，大刘家里确实是有困难。我觉着大刘吧，也不是陈大师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徒弟。你说这本来两年一次开进，嗯啊，上一次出事儿的取消了。陈大师啊，你这一卖，那除了云姑，也是一个徒弟没有了吧？你就不着急再收一个？是啊，我们也不是可以收一个，这也是我们手里不是到我们这手上，这机会是。好了好了，我理解大家的苦衷，啊，要说我不着急那是假话。但是开进这件事情太大了，嗯，我们还是等郑会长来了，听听他怎么说。郑会长，郑会长，对，
平文他马上就要过来。对对 对, 对，他能行。哎，老郑，哎，真能说你了，是吧？这位科员先生，大家都认识的吧？啊，坐坐坐坐坐。陈局长非常支持开黑镜，哎，所以呢，科研和陈局长现在商量下呢，要把开黑镜做成一个宣传的活动，哎，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咱们余姚市旅游消费。哦，郑会长，郑会长，我们可以开黑镜了，是吗？可以的。哎呦，可以开黑镜了。在作词这条路上，你已经打算要一条路走到黑了吗？应该是吧。你知道每年离开玉瑶市的词票有多少吗？你可以坚持下来吗？知道，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家人、朋友、成就感，还是陈家的记忆？是我第一次萌生了“我想”这个词。其实一直以来，我一直都感觉是被推着走，脑子里面呢都是我要做什么，为了股份，我要努力赚钱，三叔病了，我要回来看他，公司出了问题，我要帮忙解决。而作词，是我第一次因为我想做而做的事情。做一件事情一个月容易，一年也容易。但要做一辈子，可能就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了。我是说，如果你出不了事，要做一辈子的学徒，你能接受吗？你是在担心我吗？但也不全然对。我只是觉得我们的遭遇挺相似的。你不是向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那种吗？放心吧，你担心的那些我都好好考虑过了。不管怎么样，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就不后悔。确定不后悔？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到。那你得努力做，赶快出师，努力工作，免得晚了嫁不出去。就算出了师也未必能嫁得出去，好吧？不过你这个情商真的娶老婆堪忧，你知道吗？损我。送你个礼物。不用。好东西啊，不要。那我也不敢要，谢谢。开镜。开镜。现在越来越多的徒弟都已经出师了，纷纷出来自立门户，所以那些大师手头上都缺徒弟。我跟程局长商量过了，我打算提前开镜，并且把开镜办成一个文化节，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但是开镜的规矩是行业协会定的啊。规矩是人定的吗？其实不只是文化节，我还打算在开镜的时候做集市的活动，让所有的手艺人都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地方。我观察那么久，这才是他们想要的，不是吗？所以提前开镜你有把握吗？有啊。
先祝福。那借你吉言喽。别过你的酒量。好了，续杯。自己不可以畏惧，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我该何从又该何去，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学会控制了情绪，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也是你们留给我的